好，大家好，我是礼拜二之声蔡哥。那今天一样，台语来报一下新闻。好，我来看一下，刚刚说要用雅虎嘛。来，新闻第一条，开始了。我觉得这个蛮难念的。董善辉用中共哦，要投的77.31%，法院裁权停止。执行董善辉九月底认定中共公司是国民党不改组织、改组织名下不动处的土地，等等哦，应该要移转，应该移转国有，已经移转他别人土地。哦，六千七十七点三亿，煞袂记要怎讲哩。中共申请停止执行，法院认定有要紧，今仔日裁准，伫咧本诉中介确定进行停止执行，行政院袂当不当当选处理委员会9月24日召开认定中共公司为国民党附属组织，即未当取得财产名啊移转国有之六金甲鱼吗？怎么知道哦？记者会，我跟你算起来要讲台语啦，不然我这老师，我看后边的人，我看可能敢那纯阿杰啦，较认真尔哦。无要紧，咱继续看落哦。哦，伊一个新闻哦，莫拍到遮尼侪字哦，安尼有够歹念的哦。是说干交一个，董善辉认定中共公司的人事、财务，佮伊的业务经营长期受到国民党实质的控制。直到民国95年，国民党透过本来党营事业华夏公司将中共公司股权以非相当当价卖予好听股份有限公司、沃股份有限公司、博英元股份有限公司、广博人股份有限公司，这四家公司，中共是脱离国民党的控制。我那敢那愈来愈顺啊！董善辉依照进党甲伊的附属组织不同。取得财产处理条例规定，认定中共为国民党附属组织，中共公司不符董善辉作出处分，向台北县顶行政法院提出行政诉讼，以及申请停止执行。中共主张原处分执行了后，要将造成伊无法度倒转来的损害，申请伊行政救济停止了后，确定前哦停止原处分执行。这伤侪啊，我连想要一段后来有兴趣的人，赶紧看伊的这个新闻。你连无兴趣的人，应该起码想要把这个影片关掉，所以我连想要一段。欢迎指出。原处分已经认定中共不当出手的哦，财产范围依法中共非未无伊个正当的理由，也是讲哦，经过董善辉同意，未当自由处分，已经哦足够，已经有够，确保日后那是哦董善辉。哦，伫咧本案诉讼赢了哦，对即个中共移转转去，也是讲六金财产的效果，卖当避免中共脱产，因此哦，原处分正式停止执行，对公益
无重大影响。以上就是阮台语记者蔡兄伫咧咱礼拜日诶即个新闻的报道，讲台语哦，你若无电脑去使用哦，会变得小可袂认得，袂认得，大家听起来袂爽快。所以呢，其实哦，用咧台语咧讲新闻的人哦，咱来给伊一个 respect。那安尼哦，毋是那哦，安尼就是交继续落来，咱就交予礼拜三的马吉，礼拜四是阿杰，礼拜五安怎安怎，咱就祝大家哦听新闻快乐哦，再会。